抛绣球，这一个球二垒手接到，抛给游击手封杀，再送一垒，一垒手没有接到，三垒手的跑者要冲本垒得分了，这是一个 double play 的机会，但是一垒往二垒冲的林志祥现在卡在那边，哇，在往一垒传的时候啊，虽然记录上我也要记失误哦，因为三垒的跑者回来得分了，看到这个漏球之后回来得分，统一 7-11 狮队取得了2-1的领先。哇，这边传得准的话，绝对是双杀了。这个半局杨建福可以全身而退了。嗯，这个失误了，游击手传一垒的一个失误，这个林宗南。哇，传偏也传低了。坦白讲，林宗南为了争取时间，这个球没有拿好。嗯，这个球很明显的有可能是五爪苹果就出去了，变成一个变速球。